有什么感觉？因为感觉你的那个气会这样一直走，一直动。在哪里？就会你会觉得你的脑子这样子会有一点有一个，你怎么说？应该怎么说？对呀、啊，就会让你感觉上有那个气这样在动，这样让你感觉这样，人就慢慢一直放松，一直感觉很好。是、啊，一开始是这样的。结果我慢慢一直差点睡着哎、欸，真的、啊。而且你看，我差点睡着，我竟然一下醒来，感觉精神了，是吗？啊，对啊。你会觉得我刚才不是差点睡着了吗？我刚坐在那边跟你聊天，我也差点要睡着了。真的啊，他就那种气，你会说不出那种什么感觉，会有点感觉热热。嗯，像我手好热。对，就是会这样那种气热热的感觉。嗯。好像有人在后面在吸那个气热热。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有，可是每次有点不一样，每个人有点不一样。是哦。哎、嗯，你看我现在精神好。对。我把我用气把你的肚子吸了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常常会肚子痛。把怀着气，然后把它排出来。对啊，我就会觉得放松，感觉很好，精神。我对那个神经病也在弄，我都一直想去耶。可以比较看看。对，他好、哦、也是在那边一直弄，好像太极似的这样一直。有两个。